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你来关心，开学了，家长跟学生都在调适节奏，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作息，也有人开始思考孩子适不适合现在的就学环境。实验教育是最近几年的热门关键字，尤其在2014年底实验教育三法通过，让个人自学、团体共学以及实验学校这些不同形态的实验教育有了法源依据。尤其是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才短短三年，从过去的八所学校一下子成长到54所，从北到南，由西到东，其中九成都是公立学校，而人数也从三年前不到300人暴增到超过5000人。不久前，实验三法再一次修法，放宽地方政府新办实验学校的比例，而教育部也松口，未来可以有实验大学。而公立小学改制成实验学校，学费是比照一般的公校收费，教学内容可以不用制式的教科书，强调多元内容特色教学，对有兴趣的家长来说，似乎是再好不过的选择。独立特派员走访台北市大安区的和平实验小学，这所全新开办的实验学校不仅有全新的硬体设备，没有课本也不考试，而且每天第一节就上体育课，让孩子自主学习，入学的中签率只有6%，是台北市最受关注的学校。不过现在有少子化的问题，再办新校的几率是微乎其微，小校面临存非问题，想要靠实验教育来翻身。高雄市的寿山国小就曾经申请转型，但没有通过，努力了三年，终于获准招生。而这所被学区家长放弃，一度濒临废校边缘的学校，居然转进了两班新生，他们怎么办到的？来看记者卓冠奇、黄正渊的报道。这个学校外界来看，就是它是一个好新、很漂亮的学校。全新的学校有全新的设备，进行全新的实验。用这些体适能活动，开启他的大脑的运作。他们不是要设计给自己的玩具，是设计给幼儿园。进入公办实验学校，付同样的学费，享有不一样的教学内容。我们所有的教材都是老师自编，我们就不再用原本分科的方式。国语数学这样的方式，一个梦想的规划是说，我们的毕业典礼的那一个拿毕业证书是必须在洞里面。不只是探索改革的新天地，实验教育也是小校救命的契机。这个学校已经到了，家长不选择我们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整个转个方向来思考，家长要的是什么？实验学校招生中，上午8点，和平实小的学生先运动，开启晨光序曲。体适能排在第一节课，而且从周一到周五天天运动40分钟。这个学校从一开始就跟别人不一样。在待会的关卡当中，希望你们可以勇于的去突破挑战。3、2、1。上下滑梯，匍匐前进，翻越障碍。老师们善用共融游戏场的设施，作为小小铁人赛的一道道关卡。2、3节是我们的主题课程，它是需要很多的讨论、分享，还有以及专注。那我们都知道，运动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泌一些物质，好比说多巴胺或是血清素，还有正肾上腺素，这些都是很对小朋友的大脑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东西。透过一场结合跑、跳、攀、爬、滚各种技巧的活动。领取完赛奖章，也等于通过学季末的体适能测验。师生同乐，细腻的玩出创意。他除了自己可以自己挑战以外，他还可以去帮助其他同学，这是我们比较乐意看到，就是所谓情谊方面的增进这样子。来一起喊"夜赛快乐"！耶！
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让老师重新来组合，也就是在这个新设的学校，所以我们试着回到孩子的学习的起始点。老师轻摇铃鼓集合学生，平时他们在中央的大树下工作，旁边围绕着孩子们的梯形桌椅，能组合不同座位变化，空间采自然原色的设计，稳定学习情绪。光是这些新颖的硬体设备就令人羡慕。校长说，教室里还有看不见却很重要的新观念，我们就不再让老师孤立的在一个教室空间里面，而是用学群的概念来处理。这学群就是两个班，一年级就是两个班，那每个年级两个班里面会用3到4个老师的授课结束去操作所有的课程。和平市小分春夏秋冬四学季，每学季上课十周，同万是冬学季的学习主题，市集是一年级学生的共同成果发表，孩子不用考试，由幼儿园的小朋友为他们打分数。你们可以猜猜看，他们在表演的是哪一个玩具？那个月转转转的那个是什么？陈映蓉的教学专长在音乐教育，前一所服务学校也是所谓的实验小学。过去22年，他在传统体制习惯用课程带学生往前走，到了和平，他必须学着陪孩子，以他们的速度调整节奏。那那个打破重练是我们真实去看怎么样陪着孩子成长跟学习。我们看了孩子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设计的课程其实跟孩子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当老师跟孩子磨合1个礼拜之后呢，就做了很大的调整。回收资源手作童玩，可以打弹珠，可以钓鱼，连扭蛋机都做得出来。它有的时候就是掉不出来，这个是在哪里？它掉出来了。它其实在设计童玩的过程，比如说它要剪，它要画，它其实会牵涉到数学很多几何的知识内容，然后他们要去了解一些不同的技能，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创意，它其实是需要阅读一些书籍。那这三条有什么不一样？声音不一样，靠近一点听。童话有不同的动力，我们也期待他们可以看到，譬如说磁铁的磁力啦，然后在水上漂浮的浮力啦，或者是他们弹簧，或者是橡皮筋的弹力。从生活经验出发，操练基础知识，每天80分钟扎实的主题式课程，是和平实小的教学重点。我们把这一些抽象的语汇，其实放得比较后面。对，我们让他们大量的去经验，然后我们需要去命名的时候，我们需要沟通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些词汇放进来。不过，没有课本，没有传统作业，自编教材的新形态学习，家长不免担心，看起来都在玩，到底有没有同步跟上公立小学的教学进度？我们观察这两学季，实际上他们走到现在，他们并没有比较慢，对，他们可能比较慢开始，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表现不一定会比较逊色，甚至有的是非常突出的。其实慢慢走，有些时候反而比较快。听不到钟声，却有几个孩子在校园玩耍。原来这是和平学生的自主探索时间，长达半小时放空，比起一般公小的下课10分钟，足足是3倍的留白。很多的参访会一直来，然后通常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主任，我们想来学习。那和平是怎么做到自主学习的？”那我们其实会很实在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目前可以分享的是，我们看见孩子的需要，我们做了什么调整，真的有帮助。但是人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现在就是准备二十班。因为是公立，不仅学费，上课时数得完全跟公小一样。
教师员额编制虽然小幅从 1.9 拉高到 2.2， 满额招生的状态下，教学品质要跟体制外一位老师带10到15个学生小而美的实验学校看齐，非常吃力。在公办公营的学校教育里面，它针对于教师的禁用以及所有预算的编列没有不一样，这两件事情是学校运作里面最核心的根本。我可能就是在课程教学评量的方式去做大幅的调整，除了这个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动。所以你刚问我说公办公营学校形态教育会不会等同于我们过去所谓的所熟悉的实验教育，会有一段距离。小校必须稳扎稳打长出自己的模样，但能就读的幸运儿毕竟不多，少子化的问题也让盖新校的机会渺茫。那么这三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8所到54家的公立实验学校又是怎么来的？学生放寒假的第一天，寿山国小教师冬令营实验室从后山出发。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对，我做得很好，慢慢来，不用那么快，不用那么快，扶好，做得很好，好棒。进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石灰岩洞，窥探鬼斧神工的天然地景，还有体验洞穴里不见天日的黑暗时刻。完全黑暗，要完全黑暗。头灯还在。好，不要讲话了啊、哦，标准是要太阳光。出去不是，出去，然后你就卡住了。双眼仔细观察，身体还必须像小丑鱼一样穿梭在缝隙中。手撑上来，手往，手是这里，手是这里压着。你那一只脚没有着力点。哎，站着。好了，先这样了。对了。最佳女主角。所以在我心目中，一个梦想的规划是说，我们的毕业典礼的那一个拿毕业证书是必须在洞里面。探洞是寿山国小下学年转型实验学校的重头戏。刘金明为了设计这套探索教育课程，不仅亲身参与国家公园志工培训，他还要带着教师群提前一学期探路，先身历其境，后沉淀感受，再进入教学，让老师知道我在干嘛，而不是我告诉你说我做探洞资料这些，你帮我生出课程。当他不知道洞里面的乐趣的时候，他设计的课程只是从 A 抄到 B， 从 A 学校的名称改成寿山国小，这不是我们要的一个实验教育的课程。但没转型之前并不是这么做的。其实过去10多年，寿山国小一直用生态课程撑起特色小学的样貌。那我后来就是有试着把整套课程就是拿出来再翻阅，那就觉得哇，好像多一本自然课本的感觉。黄宝靖3年前到任，摆在他面前还有老旧的校舍、教师流动率偏高、病校传闻不断的老问题，最终于爆发学校存亡的最大危机。105年的4月，也是我来的第一年的招生。我们只招到2个新生，这个学校已经到了，家长不选择我们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整个转个方向来思考，家长要的是什么？那么，如果实验教育是一个可以达到教育理想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要不要来试着走这一条路？但要从谷底爬出来并不容易。4月招生不利，黄宝靖赶在7月送上实验计划，仓促成案，结果失败。审议会希望知道，那家长的支持度有多高？如果老师们不愿意留下来的，老师们是不是有所担忧？那时候70%同意，然后愿意追随大概只有50%。绳索往上推。坐下来比较好，换脚绳坐下来。若不选择改变，就会被扫入历史。但对长期习惯在体制内的教师来说，实验教育转弯的幅度太大，转型势必得经历新陈代谢。兄弟，因为你
团队重新定位并主动充实自我，下过苦功重写的计划最终过关，成为高雄都会区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实验学校。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直想带着老师做有感受的教学活动。那国语数学可不可以制造感动？可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寒假中也做了很多的研习。在下学期会连续三个礼拜二，我们就请老师进到我们自己的学校的班级去教学生，那我们就在旁边看怎么发展一个完整的单元。然而不同于和平实小大名大放，这所有50年历史的学校选择保留纸笔平量，只是把用不用的权利下放给老师自主运用。我们不会再有固定时间的月卡，但是老师你可以每学期做两次评量，那这两次评量是什么你自己决定。化废校危机为转机，开始有家长看见小校自主弹性，亲师互动良好，师生沟通密切，越区先来卡位，小一新生从两人扩大为两班。我们原本的学区是在高雄市的龙华国小，那这个学校讲明白话就是所谓的明星学校，可是我们在想说我们小朋友一定要让他所谓的在体制内的学校吗？做海龟研究的陈九龄喜欢寿山国小重视生态和音乐的特色，但他也从过来人的身份提醒，身为实验教育的家长要做的功课也不少。不管是家长、老师、学生，大家都必须要去把这个我们想要的教育的想法给他落实下来，而不是说像传统的教育一样，就是把学生交给老师那就结束了。老师的观念变了，家长的观念也要跟着变。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几乎都同意，实验教育以小孩为主体，但家长才是成功的关键。透过公部门的资源来达成家长的 不同形态的教育选择权这件事情的时候，要让选择公办公营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家长，他在一开始的起点就知道说，我今天选这个学校，我不是一个消费者，我来消费这个学校，而是我选这个学校，我让我的孩子进来，是我也愿意，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也愿意跟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跟这个学校所有的家长一起来努力。拆掉传统框架，实验教育提供不同办学者实践创意理念的空间，但必须想想那个创新是否需要，还能再实验什么？教育团队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唤起家长共鸣。全台湾实验学校快速成长，不过回顾台湾最早的实验教育却是从个人自学开始。下个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带您来看，在实验学校风潮方兴未艾的同时，申请自学的孩子和家长们却发现他们还有许多框架和限制需要突破。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